离婚以后到底是选择单身还是再婚好呢？这是私信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。我的看法是，只要你觉得幸福，怎么样都可以。像我自己都单身八年了，其实也有被异性追求过啊，但都被我拒绝了呀。今天中午做一个油焖小龙虾，把配料爆香，再倒一瓶啤酒，盖上锅盖焖15分钟。单身和婚姻生活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，好的婚姻也是很幸福的，但复杂的婆媳关系我就受不了啊。单身虽然有时候也挺无助的，哎呀，打不开了。但一想到自己赚钱自己花，自己买房自己住，还是会觉得很爽啊。热干面很好吃耶，小龙虾也不错，准备洗个澡再来护肤。洗完澡先来给皮肤做一个刮痧，先用毛巾热敷一下，刮痧可以让面部气血变得更好。我一周一般会做2到3次，刮完痧再涂上爽肤水，最后敷上一片面膜。好了，今天的护肤就是这么简单的。